Watch Shui Su Fen Qing Mai Yin Miao. Wat Shui Su Fen 是泰国著名的寺庙，公元16世纪在兰纳国王 Lanna King Prabhuangka 统治期间建立，是普通的寺庙。三个世纪后，兰纳的另一位国王卡维拉从他们西北的村庄引进了一群熟练的银匠，这些工匠定居在乌来附近，形成了一个专业社区。村庄里有许多手工艺大师，方丈 Frakru Fizet Sosikan 提出建造银庙的主意，开始了对整个寺庙外部进行金属镀层的计划。银殿内雕刻非常精美，各种佛像和花纹很有特色，具有极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，但银殿是不允许女性进入的。还有一个红金大殿，也是几层规模。大殿外观被通体的金色和红色包围，阳光下分外夺目。大殿外有很多信徒和游客供奉的茉莉花束，都是为了许愿和还愿。银殿的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金色佛塔，底部至少有10米的周长，阳光下金光闪闪，很是壮观。楼阁泰国生活记录。